龙屋直播间，我是龙妹妹。我是发条熊。小半龙在地球上发现了一种没有发条的熊。连发条都没有，地球上的熊都这么不正经的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半龙，这位是我的新朋友，他是只熊，同时也是一个瞎子。我们常说的熊瞎子，通常指的是亚洲黑熊。黑熊身体魁梧，站起身来约有2米高，但是他们的胆子却很小。碰到危险的时候，脑子里只有跑路的念头，白瞎了这么魁梧的身材。黑熊也算不上是一个好猎手，他们从来不主动寻找猎物，全靠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有人说，当你在森林中遇到熊时，躺在地上装死，便可以避免受到熊的攻击。但是科学家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。他们说，熊之所以伤人，可能是把人类当成了食物，也有可能是为了玩耍，或者是为了反击人类的攻击。所以说，与其装死，不如先吓一吓它。